黄晓明与 Angelababy 婚礼将于10月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。由于两人在圈内的人缘极佳，目前已公开的伴娘团阵容就有李冰冰和倪妮，伴郎团则由王思聪、吴京、李云迪、台湾富少林心阳等担任。10月7日，记者获悉马云或将担任两人婚礼的证婚人，而已经当了7次伴郎的杜淳也有望加入伴郎团大军。从黄晓明与 Angelababy 公开婚讯以来，两人婚礼的嘉宾阵容就备受关注。此前黄晓明曾透露想把婚礼的捧花给范冰冰，李冰冰也表现出对抢捧花的高昂斗志，我准备穿双运动鞋跳得最高把花接好。而与 Angelababy 关系交好的跑男团成员虽然因档期问题无法反串伴娘，但均已表示将前来参加。黄晓明与 Angelababy 婚礼将于10月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。由于两人在圈内的人缘极佳，目前已公开的伴娘团阵容就有李冰冰和倪妮，伴郎团则由王思聪、吴京、李云迪、台湾富少林心阳等担任。10月7日，记者获悉马云或将担任两人婚礼的证婚人，而已经当了7次伴郎的杜淳也有望加入伴郎团大军。从黄晓明与 Angelababy 公开婚讯以来，两人婚礼的嘉宾阵容就备受关注。此前黄晓明曾透露想把婚礼的捧花给范冰冰，李冰冰也表现出对抢捧花的高昂斗志，我准备穿双运动鞋跳得最高把花接好。而与 Angelababy 关系交好的跑男团成员虽然因档期问题无法反串伴娘，但均已表示将前来参加。